台中市政府今年规划台中同游趣系列活动，其中迈入第七届的台中亲子音乐季首度移至儿童月举办，将于4月27、28日在台中公园热闹登场。新闻局长栾智怡表示，今年特别邀请英国超人气卡通 Peppa Pig 粉红猪小妹现身台中，还打造首座4公尺高的佩佩猪大型气偶。活动两日均邀请到最受小朋友喜爱的悠悠家族哥哥姐姐及特别嘉宾佩佩和乔治压轴演出，与大小朋友同欢。特别从英国请来超级偶像，卡通界的偶像，就是这个佩佩猪。那今年除了他亲自会来这边代言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四公尺高的大的这个佩佩猪的气偶，他会在现场在那边可以让大家打卡拍照，之后呢只要是在现场填了问卷，就有机会拿到刚刚我们说的独家限量好礼，是由在地的这个创作人所设计出来的。那如果呢你要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粉专，应该是我们的粉专嘛哈，还有就是我们的石虎家族的粉专里头，你来打卡按赞分享 take 你的好朋友，也是有机会可以抽到那样的神秘小礼物。那今年呢就是为期两天，我们特别移师到四月份来举行，那2728希望到台中公园跟我们一起同欢，非常的精彩，活动呢非常的多元，而且还有15位这个哥哥姐姐，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跟我们一起唱唱跳跳，欢迎大家一起来同欢。这次呢有带来一个表演，就是哥哥姐姐们会带来我们的太鼓表演，因为呢是亲子音乐季，所以呢是非常特别准备的一个演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还有所有哥哥姐姐们会有长达1个小时的唱跳 non-stop， 所以小朋友们来到这边呢就是可以尽情放电，然后尽情的跳舞，尽情的唱歌，让我们在27号、28号这两天是可以一起享受音乐跟舞蹈的。一起说故事，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可爱的宝贝，坐下一下，爱心情，把它尽情变成大爱心，它在你最发声的可爱的佩佩，好朋友，可爱的佩佩。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